84岁，麻哥嘅买榴莲秧嘅，佢买整一棵，我咁啊帮佢攞过嚟啦，唔使佢等佢空车翻嚟麻哥去咯，托上山定有种，就冇理嘅，二三十年后至大个。 据父亲的说法，这一棵太原榴莲已经在山上生长了整整37年之久。它属于一种未经注册的品种，因此知名度相对比较低。今天就带大家一同品尝这款让许多外国人异常难忘的榴莲吧。它的果肉呈现米白色，或许不太吸引眼球。 这也是当地马来人称之为榴莲叔叔，或者是牛奶榴莲的原因。你千万别被它扁小的果肉所骗，因为只要上手一捏，你就会感受到丰富的果肉质感。最特别的地方莫过于它的核，异常小巧而圆润，宛如一颗黑珍珠。这也让人联想到 Black Pearl 这个英文名字，菱形的果形，中等的大小，却有极高的出肉率。入口时米白色的果肉会带来一股苦味，仿佛直抵心头。这是让老饕们趋之若鹜的苦味榴莲，加上丝滑的口感，苦中带甜，舌尖上的微微麻感，吞咽以后呢，还带有甜味的余韵。 果肉在颜色上可能输给其他品种，但却在味道上胜出了。这也难怪许多外国食客吃了以后都赞不绝口，有的甚至千里迢迢而来，只为品尝一口。如果你是榴莲爱好者，千万不要错过这款名为太原的榴莲品种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。